终于到货了，满满一箱的吃鸡装备，而且还是空投物资。不说了，朋友们，赶紧贴空投吧。打开看看，我靠，三级套吗？这不是？下面也有很多宝贝。OK， 我一一给你们展示。空投里面最常见的就是三级套了，看我这三级头，挺还原的。但是这他妈不是塑料的吗？又是注意枪，不得直接成盒啊？不过朋友们，这个三级包我是真喜欢，容量也大，装这个三级头非常合适啊，非常不错。Nice。来看看这三级架，这上面的细节也雕刻的很到位。OK， 我来穿一下。啊，有点紧呢、啊。穿了这三级架，还没上战场就直接勒死了。假如你的学校要被拆了，而现在只有一个东西能阻止你的学校被拆，那就是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。那么它能够阻止你的学校被拆吗？我也来试试第三个表情包。哎，是这个懵逼的表情。看来学校要被拆了，我一脸懵逼呀、啊！小伙伴们，快看看你们的是什么？重头戏来了，空投箱非常逼真啊！咱们打开看一下。我去，平底锅还是塑料的，一拍一个不吱声啊！还有啥？信号枪。不错不错，等下来试一下急救包吧。这不是，哟，这啥？烟雾弹。这个呢，应该是可乐。那么这个就是饮料啦。好家伙，后宫点料成这样了。还有一个手榴弹，很还原啊，质量怎么样？啊？我操！咱们还是来玩这个信号枪吧。OK， 发射。老板是不是把饰品全卖我了？我操！这里面怎么可能没有武器呢？五爪金龙啊，兄弟们，把这些配件也装上去，组装好了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，搞放软弹试试。OK， 发射。朋友们，你们有福了，吃我一枪。哎，这又他妈是次品。最后一个迪丽服，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是衣服吧？这是裤子。游戏。来试试这个吉利服的隐蔽性如何？朋友们，猜猜我在哪？如果不说的话，你们肯定找不到啊。我在这里，你发现了吗？如果在游戏里面，你们觉得我能苟到最后吗？